9月5日，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清华学堂捐赠安检设备仪式在新清华学堂举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同方威视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陈志强等出席仪式。向波涛在讲话中对同方威视一直以来对学校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美育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此次同方威视继2016年向艺术博物馆捐赠安检设备后，再次向学校文化场馆捐赠先进安检设备，使学校组织开展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他希望艺术教育中心切实使用好、维护好设备，并做好与校内相关单位的共享工作，让安检设备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陈志强在致辞中表示，此次能够为新清华学堂装备同方威视自主研发的高科技安检设备，守护师生安全，是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清华高科技企业的荣幸。